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99例最后两排的复原方法。这里是个位数全部都是一，那么这里是81，这里是91，找到这两个81和91同时复原，81、91，数字大走前面，数字小81走后面，然后一起归位。91复原，81复原，81后面是82，91后面是92，找到92和82同时复原。92、82，82后面是83，92后面是93，找到93和83一起归位。93复原，83复原，83后面是84，93后面是94，找到94和84。94复原，84就复原，84后面是85，94后面是95，找到95、85同时归位。95归位了，85归位，85后面是86，95后面是96，重新调换一下位置，96归位了，86就归位了，86后面是87，96后面是97，重新调换一下位置，97复原，87复原，87后面是88，97后面是98，98复原，88复原，89、90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数字越多越好玩哟，锻炼宝宝超强的脑力和逻辑思维的。想要的宝贝在下面小。